观众大家好，今天好高兴哦，我们请到了一位贵宾葛永光主任。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他了，因为他以前是我们的这个监察委员，后来呢在台大教书，他是桃李满天下啊。那现在呢，他是除了是我们救国团的主任之外呢，同时还在台大的国家发展研究所教书。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葛老师跟大家 say 声 hello。是，曹姐，这个非常谢谢你的邀请，也借这个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谢谢。这样子，我想大家这个，尤其我们海外在 DC 的朋友们，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回去了。一月初的时候，大家到了台北来投票，有的呢就是这个心情上啊比较沉重一点哈。不过我们这样子啊，现在那个尘埃落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往前面看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中华民国更好？怎么样能够让国民党再能够呢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党哈，能够为我们中华民国来这个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那大家都知道葛教授呢，他葛主任哈，他呢是在这个对于三民主义还有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整个党的论述啊，他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这个想法，而且呢我所谓的他是正蓝哈。那因此呢，我希望我们下面的时间里呢，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他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对国民党以后的一些走向有一个这个他自己认为，我们如果以后我们国民党要再往前走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好，葛老师，那就麻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谢谢啊，这个曹姐，这个节目非常重要，尤其 DC 我也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啊，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刚才曹姐主要是提到这个论述啊，我想先把这个论述啊几个重要的概念提出来啊。一个就是我们的国家当然是中华民国，第二个概念是台湾，这个台湾当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啊。所以但是我们其实在我这个世代来讲都是在台湾出生的啊，所以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中华民国也是台湾，台湾也是中华民国啊，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体的啊。但是中华民国当然还包括澎湖、金门、马祖，所以中华民国的概念是包含这个台澎金马，就现状来看，从宪法来看，那中华民国这个有两个区，一个区是大陆地区，一个区是台湾自由地区，所以这个是一国两区的这个概念。从宪法来看，两岸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啊。好，我们从这个几个概念来延伸啊，我们来看今天对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来讲啊，这个我们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当然是指我们中华民国啊，但是中华民国英文是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它有个 China。 那我有时候包括给公务员上课的时候常常问啊，你们哪里人，很多人都说他是台湾人啊，那很少人敢说他是中国人。我说为什么你们不敢说中国人呢？因为他们说我们要跟对岸区隔，所以中国人已经被对岸拿走了，在台湾的我们不是中国人了。那我说你们国家的名字是什么呢？他们都知道叫做中华民国，英文叫做 Republic of China。那我说其实世界各国你说他是哪里人的时候呢，都会根据他的国民来讲。那我说你的国民既然是有一个 China， 为什么你不敢讲你是 Chinese 啊？就我刚刚讲要跟对岸要做区隔啊。好，刘老师，这个就让我想起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每次人家说 Where you come from， 我都会说 I'm a Chinese
from Taiwan。我跟你的说法一样。是。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还认同我们是中国人，对不 对, 对？是中华文化的传承的人。对。可是我们是生长在台湾，所以我们有一个区隔，就是 I'm Chinese from Taiwan。对。所以我说你的国家的名字是 Republic China， 为什么你不敢讲 Chinese？ 好，你说要 trigger 很简单啊，你就说 I'm Chinese from Taiwan， 就 trigger 开来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是我刚讲从中华民国这个层次啊来看啊，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我们是 Chinese from Taiwan 啊。当然你也可以说 Taiwanese， 可是我们懂一点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啊，当你说你是台湾的时候，那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大陆跟世界各国签约的时候都有所谓的建交三原则，其中就是包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当你讲台湾的时候，很多国际的人士他并对国际政治并不了解，你讲台湾的时候通常会发生两种情形，一种就是说哦 you are from China，China 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你讲台湾的时候，他很自然就想到哦，你是从中国来的啊，你就变成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了啊。第二个反应是，当你讲台湾的时候，很多国际的人是哦 ，Thailand， 哦 yes， 你从泰国来的，yes， 对，所以我刚刚讲，很多人根本没有国际政治的常识，很多人也没听过台湾啊，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常常跟搞台独的人开玩笑。我说你们真正是出卖台湾主权的人，因为当你在国际上推销台湾的时候啊，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现在所谓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是真正在矮化台湾的主权。所以就这一部分，在这中华民国的立场，如果在国际上我觉得要推销中华民国的时候，我常常讲为什么你就不用 Free China 呢，自由中国，或者你也可以说我是来自于民主中国 Democratic China、啊、这你马上就跟中国大陆区分了嘛。对对， 你一讲自由中国你就知道那边是不是自由的，对，你一讲民主中国人家就知道那边不是自民主的嘛、啊、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就完全就把它区分开来了、啊、好，这个是我刚刚讲在论述上、啊、你要把这个中华民国跟两岸的层次啊，要把它做一个清楚的区分跟界定啊。再来就谈到很多人说是不是要把九二共识废除掉啊？这个九二共识已经在这几年被这个执政党民进党啊非常有计划的去把它污名化啊，所以九二共识现在就变成是好像你已经接受一中，一中就是中国大陆，九二共识好像就变成是一国两制，你支持九二共识就变成是支持一国两制。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被污名化了。首先我简单的讲一讲我的看法啊，这个根据我们的宪法，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所谓的我刚刚讲一中就是指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分成两个区，一区是大陆地区，一区是自由地区台湾，这两个区实行的是不同的制度。如果根据宪法来看，其实中华民国的宪法现在的现状，两岸的现状其实就是一国两制，这一国是指中华民国，对，两制是大陆地区实行的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跟我们台湾自由地区是实行的是民主的制度，自由民主的制度。对，所以在辩论的时候我常常讲，如果我们很客观很理性的来分析，我们跟敌人在辩论的时候，跟对手在辩论的时候，不是别人提出一个定义我就完全要接受，从辩论的观点来看，我可以重新去界定我自己的定义啊。我们所谓的一国两制绝对不是港澳地区的一国两制，那样子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什么市场，也被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可是如果说一国两制就是九二共识，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把它污名化的，那这个一国两制对民进党来讲，它是要把它污名化成为港澳的模式，我想这个是一个污名化啊。那我们就事实来看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观点做一个厘清啊。
好，就现状来看，从中华民国的宪法来看，我认为现状其实就是一国两制。但是对未来来讲，我们到底两岸关系的未来要怎么去发展，我们的论述观点是什么？我刚才讲港澳的一国两制的模式在台湾没有市场啊。我们未来两岸关系，我认为还是回到当时蒋经国先生提出来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模式，我觉得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而且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我们主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会站在比较主动的战略上，我们是占优势的。因为三民主义模式是什么？三民主义的模式就是自由、民主、军府。我们就是要用自由、民主、军府统一中国。没错，这个自由、民主、军富，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台湾的 lifestyle。没错，因为我们台湾的人民现在就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理论下面，已经把它活出来，活生生的活出来，这是我每天生活的。那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说，把这样的 lifestyle， 把这个生活能够统一到中国大陆去，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虽然他们是有钱，可是不是军富，有钱的很有钱，穷的很穷。而且他们那些大的组织、大的公司，其实都是政府在后面。对，你看没有一个组织不是政府在后面，连他们的股票市场都是政府在后面。他们哪里有像我们台湾那么棒，那么多个这个政党？没有的，就是一权，对，就是完全是 dictator， 我们所谓的独裁、独权的制度哈。那其实回过来看我们台湾，因为蒋中正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也是因为非常时期嘛，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独裁。后来戒严了之后呢，我们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对于台湾的民主化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的民主化是没有流血的，是不是？我们的民主化，你看那个时候民进党街头运动的哈，那结果现在呢是执政党，而且还执政了两次啊。所以其实台湾的自由民主哈，是很值得很多大陆的同胞很羡慕的，是很值得的。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老师，你说是吗？对，自由民主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还有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对不对？您刚刚讲的中华民国的宪法都讲得很清楚了嘛，所以中华民国绝对是不能放弃。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党里面就说比较年轻的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些论述好像跟民进党没什么两样。因为没有中心思想，没有自己的论述，所以心虚跟风。是这个人家怎么讲，他自己讲不出，自己也没办法去辩论，他就跟着人家走，最安全就是跟着人家走啊。那您刚刚讲的很对，我刚刚讲这个中华民国啊，我再把中华民国跟统一这个概念呢讲一下啊。这个中华民国其实是台湾的护身符，也是台湾的安全伴啊。我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大家如果能够捍卫它、保住它，它可以是两岸关系这个一个连接的桥梁。因为你中华民国还存在，表示说这个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等等啊，跟台湾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晓得现在民进党是想把它切掉啊。可是最近啊，我看那个风向好像是，你看蔡英文常说中华民国一个括弧台湾，以前他很少把中华民国台湾，他已经老是台湾，我觉得他现在好像有点，这个就是他聪明的地方。是啊，但是问题是我不觉得他真正认同。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他这是选举的一个诉求啊，就骗选票。因为你真的如果认同中华民国的话，你就会觉得中华的文化、中华的历史，这个都是我们很珍贵的保障的一部分。对，你不会要刻意的要去去中国化啊，把这些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它是我们的根嘛，你把这个根去把它斩断掉嘛啊，那这个对台湾整体的发展不见得是有利的嘛。所以我刚讲，其实如果2300万人，包括民进党啊，如果都能够有捍卫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跟共识的话，那我觉得对两岸关系的和解、和平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从这点来看，我们今天有些人反对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是反共，我们不是反中。是啊，如果你是要把中华民国切断，你就等于是反中了，去中国化就反中，就像现在政府搞的就是反中仇中来争取选票啊。如果你维持中华民国，那这个理念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是反共，我们不反中，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制度，我们反对一党专制一党集权，我们反对这个老百姓没有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变成政治的工具啊。那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要让老百姓从人道的观点来看，不只是台湾2300万人，我们也希望大陆的这个老百姓能够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因为这个才是对台湾安全最好的一个保障。再来我刚刚讲统一啊，如果这个有人说葛教授是统派学者啊，这个民进党说的啊，如果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概念来看，我不否认，我就是统派的学者，我是主张三民主义去统一中国，是用自由民主均富来统一中国，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它的制度跟生活方式也转变成为自由民主这个均富这样的制度跟生活方式的时候，我觉得两边可以坐下来好好谈是不是要整合在一起，对两岸老百姓的福祉是不是最有帮助，这个那个时候可以谈。但如果是对岸都还维持着这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或者独裁专政的制度、一党专政啊，当然也有人说我们现在也快变成一党专政了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距离要谈那个统一就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啊。统一不是并吞啊，现在有些人刻意的把统一这两个字把它污名化成台湾被大陆并吞，所以听到统一这两个字就好像听到妖魔看到妖魔一样避之唯恐不及，然后对那个凡是讲统一两个字的人呢、就要去把它踏伐。其实老师啊、统一要、也许我是比较 romantic 的那一种，我是觉得每次讲统一我都觉得我们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哎、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对呀、我们就去统一它、你讲统一，对，我是觉得为什么你要老是做一个 victim， 做一个受难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统一它？因为我们的 lifestyle， 这就是我讲的，你要主动啊，对啊，战略上你要找一个你占优势的一个地位嘛。对，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是可以帮我们达成这样的目标。而且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孙中山是他们中国大陆那边嘛，他们也承认这个孙中山先生。共产党现在都讲说，共产党才是孙文思想的正统的继承者嘛。是吗？因为你台湾把孙中山丢掉了，把三民主义丢掉了，他就把它减去，他说我才是正统嘛，他用来作为一种政治的号召。可是他们，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政治号召也好，因为至少你口头上你已经说你相信他，你接受他，你认同他。我们希望你真的按照孙中山的思想以及他的一些建议去发展自己的国家。现在我们都说民生主义，大陆很多的建设基本上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蓝图去做的嘛。没错没错。那我在讲统一这个字啊，我比较倾向于用统合这个字来代替统一啊。统一在英文上就是 unification，简单的讲它就变成是 A 加 B 等于 B 了、就变成一个，本来是 A 跟 B 是两个，对，统一就变成并成一个，就有点会被人家认为是并吞的意思了。对，那我们刚刚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我们要并吞它，但我们不是说去占领中国大陆，是希望你在制度在生活方式能够学习跟 用台湾这样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制度啊。但是我觉得用我更喜欢用统合，统合英文就是说这个叫 integration 嘛，哈，就是两岸啊其实可以整合在一起，用一种融合的方式，透过交流，对，透过交流最后双方的老百姓都觉得我们的制度生活方式都已经越来越一样了嘛，对对，那我们又都是同文同种同语言的，对啊，这个我们的祖先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融合在一起？对，所以融合是这样子，
对，大家在一起就统合在一起，统合在一起，统合在一起是 A 加 B 等于 C 了。对，就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对对，其实我开玩笑讲说，其实也是统中有独，独中有统。对对对，没错，对不对？你讲的那个第一种的那种，就是 A 加 B 等于 A， 就是变这样子。对对，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变这样，我们希望变这样子。对，是不是？而且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国家的名字出来。它又有一点像欧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嘛？你看欧盟有很多国家嘛，可是欧盟成立了以后，它有统一的欧洲的议会，有欧洲的理事会等等啊。那涉及到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可以集体来讨论来决策嘛。但实际上他们每一个都还是主权的国家嘛，啊，所以这种统合的概念呢，那么也许啊，我觉得是在讨论未来两岸的论述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是可以供大家去思考。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在台湾2300万人都是命运共同体，对啊，两岸关系我相信不管是统不管是独，不管你是蓝不管你是绿，一定都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两岸关系不可能脱离。我们怎么样去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一定是对两岸都有利，对台湾2300万人也都有利。至于两岸关系未来到底是统合还是怎么去发展，也许我们这一代都看不到，可能下一代才有机会看到，不知道。You never know。对，有的时候现在这个时事发展得很快。但是这个跟台湾的决策跟选择有关系。对。如果你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你可能更加速两岸的统一，对，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台独是统一的捷径嘛，对不对？有人有这样的说法嘛，对不对？所以你刚才讲，因为台湾一独立，他就打过来了，是不是？你说 you never know 嘛，对不对？哦、oh, ，no， 所以台湾的决策跟选择很重要。对，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和平发展，对，那我们就是无论如何希望能够选择一些、制定一些能够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跟方向去走嘛，对不对？是，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影响，有的时候 maybe 也会影响到政治的情形，政治的，像这一次大陆，我们现在最严重就武汉肺炎，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么严重，对不对？而且你看现在美国十几个国家都已经被感染上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觉得以后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武汉肺炎而共产党的内部有一些变化？因为已经习近平一个礼拜没有出现了，所以很多人也在猜测是不是他们内部组织有一些斗争啊？ Who knows， 我们不知道。好，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很诡异的这个时代里面，你都不要把很多你想象不到这些 option 把它排除掉， maybe 它就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尤其才2300万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要团结。好，那现在尤其这次大选真的是很伤啊，就是说把年轻人跟老年人这个族群把它撕裂，而且呢把现在以前都没有讲的什么外省人现在又开始了什么外省人本省人把它撕裂。可是大家要记得，我们现在援助就是外来的这个叫外籍新娘所生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的台湾的小学里面5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是他们外籍新娘生的。以后台湾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就是不同 races 多种族的一个社会，那你今天还要这样子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我们也许是个华人吧，我们还是华人嘛、对啊，华人更中性一点的、对，更中性一点，也贴近事实嘛。对，因为这个 Chinese 这个东西是翻译，是你自己可以做选择嘛。对，你可以翻成中国人，你也可以说外国人叫我们华人嘛。对，可是很遗憾的是哈，我最近跟很多年轻人在沟通，他们连华人这个字他们都不承认，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台湾人。所以葛老师，那我也可以说台湾人就是华人嘛。这个就是看你辩论的技巧了。
这个是语言学嘛，对不对？因为我出生在台湾，地理名词上来讲，我也是台湾人。台湾人，没错啊，对不对？对。可是我刚才讲，我的国家是 Republic of China， 是中华民国嘛？对。你从英文来看 ，China 也可以翻成华人，也可以翻成中国人嘛。没错，没错。所以你台湾人也是华人的一部分嘛？连吕秀莲都说他是华人嘛？对。他都用华人嘛？华人，那你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很多美国的小孩子都是在美国生长的、啊，没错。可是他父母亲可能来自于台湾，对，可能来自于中国大陆，对。大家都称呼他们就是华人，华人，华裔，对，对不对？ 对， 对。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分呢？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台湾生长的，是，我就是台湾人。可是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那你也可以讲我是中华民国人，也可以啊。中华民国人听起来很别扭，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我是中国人也可以嘛，他没有背离事实嘛。你也可以说我就是华人嘛，那也没有背离事实嘛。这个名称到底怎么用是一种选择，它并不是互相互斥的，它是可以互相包容。是，我觉得华人这个名词哈，因为我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以前我们的老侨就是台商人啊，广东人啊，那这些人以前我们算是新侨了，那些人去的时候他们都自称是华人，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词华人，因为他也不讲说我是台山人广东，他说我是华人，所以我们讲的唐人街、华人街，对不对啊？中国街，那他们基本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everybody， 我们只要是有中国文化的，我们都是同一个种、同一个国、同一国的人、同一种族的人，所以他们用一个大的名词华人。那我觉得其实哎，他们这些早移民的、早些移民到美国或者到欧洲这些人，他们已经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源嘛，所以他们才会承认。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教会里面跟这些老年人谈话的时候，我一定要带个纸笔，因为我们讲话是讲不通的，那个台山话我真的不会讲，也听不懂。那可是我们写都可以写，所以我们就是用文字来沟通哈。那你说我们台湾人不是华人，不是中国人，对不起，那你现在写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呢？我在你讲的这个，我就举一个，这两天大家讨论很多的，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啊，对，这个 WHA 啊。能不能参与的问题，在马政府两岸就有默契，就是你用中华台北，对，可以参与，包括我们参加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奥运都是用中华台北，对啊，英文叫 Chinese 台北，这就问题就来了，有什么不可以呢？是啊，用中华台北难道就是矮化自己吗？因为这个 Chinese 啊，你可以把它翻成华人嘛，对不对？我可以把它翻成华人，中华，我可以翻成中华，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翻成中国台北呢？这个 Chinese 就是变成是因为你现在不认同自己是 Chinese 嘛，所以你才对 Chinese 台北就是有疑问嘛。如果我说我们本来也是 Chinese， 本来就是华人嘛，对不对？那我用 Chinese 台北，很明显的就是指台湾的台北嘛，不是大陆的台北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来自于台湾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啊，当然你硬说我要用台湾，那问题就来了嘛，就是说，就是涉及到国际政治嘛。我刚讲开玩笑讲，你讲台湾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是中国的，不然就是泰国的啊，它会造成另外一些争议嘛。所以有没有争议要用什么名称，其实是我们自己怎么认定。当我自己界定说我就是 Chinese， 我就是 Chinese 台北 ，OK， 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嘛。大家都，你如果觉得说参与 WHA， 参与是最重要的，用这个方式参与，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好处。Why not？ 你为什么要去排斥这个东西啊？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谈到这个疫情的问题。这个疫情对中国的国内的内部的政治当然会有影响，但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不是我们现在能够预测的。就好像美中贸易战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但是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测。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美中贸易战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影响，疫情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啊？我觉得在马政府的八年，两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是希望两岸能够透过交流来累积一些善意，累积一些信任。当这些善意信任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岸的和平发展就会变成是对两岸老百姓的福祉都会有帮助，没有敌意的嘛啊。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叫做这个 spillover theory， 就是说是一种扩散理论。我先从一个很小的领域啊，也许是我们可以先从就买卖农产品和农产品合作好开始。哎，这个领域合作的大家很愉快，我就开始扩大，从农业可能到工商业，工商业再扩大到这个，譬如说这个政治的领域，也可以慢慢的开始交流合作。一旦两岸之间全面的善意信任都建立起来，敌意都没有了，坦白讲，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是啊，这个疫情，我觉得就是彼此之间互相传递善意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当然我们也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个对岸现在的反应啊也不是非常友善，这个是互动的啊，这是 two way street， 对，这是互动，你对我好，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如果把我当作敌人，对，我干嘛要对你好？对方现在很明显的这个体会说，你现在台湾的政府是把对方当作敌人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善意就没有办法互相的传播出去，那就是仇恨不信任就累积的越来越深。这个坦白讲，对，我先不要讲政府政治了，对两岸的老百姓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就疫情来看，其实我们应该多从人道的观点去考虑，我们多从人道的观点去考虑，多传播善意，对方也会相对的传播善意回来。那如果这种善意累积到最后，也许可以把两岸关系某种程度的解冻，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这个发展啊，好像并不是从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台湾啊，真的是没有政治家，只有政客。我觉得你看，像蔡英文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现在又做了第二任啊，应该好好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把我们这个跟大陆的关系啊，能够处得更融洽。那其实最后能够 benefit 就是我们台湾的人民得到福祉嘛，得到好处，真的很可惜哈。不过我想，今天很谢谢葛老师能够在这边给我们一盏明灯一样的，让我们很了解这个所谓的统一统合的意义啊，还有让我们很了解中华民国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讲台湾 Thailand，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讲我是 Chinese from Taiwan 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可是让外面的人反而会更了解更清楚，能够让你们开窍的话就是谏言啊，能够谏言，希望呢年轻人听了之后能够开窍。我们其实都是从年轻人过来嘛，是，虽然我现在觉得我还是蛮年轻的你是很年轻对，还是很年轻的啊。我们随着环境的变迁，当然每一代有每一代不一样啊，可是其实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原理啊还是相通的啊。譬如说年轻人本来就是比较热情，有理想，比较有冲劲，或者说有时候当然会变得比较冲动啊。等到你到了某一个年纪，也许到我们这个年纪比较成熟了，你就会比较稳重，比较成熟，比较怎么讲，比较老练一点，看很多事情不会那么急躁啊，但是可能就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子的充满了冲劲，充满了理想。当然不是说没有理想，理想不一样啊，对我们来讲这个理想是可以实践的才叫理想的，
不能实践的都叫空想或幻想了啊。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急功好利。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年轻人就是太急功好利，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么就急着说要去抢一个位置，觉得说这个位置是我的，应该是我的啊。那么就算你抢到位置，你准备好了没有？可是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的思维就是说 I'm on job training， 你先给我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一边做一边学。好，那现在其实很多新的党啊，那种小党，我就发现他们很多就是给很多年轻人一些机会，因为他们没有这些旧包袱嘛。那然后反正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去把你丢在那儿，你自己去学。好，那其实现在年轻人的思维，他是不是都是这样？就是说 on job training， 应该这样讲啊。这个 on job training 也不是错误啊。这个有年轻人本来很多东西都是一边做一边学嘛。但是说我刚才抢位置的时候，看你要抢什么位置。是，对。你要去争，不，我们不要说抢，就争取好。像我这一生，我没有抢过任何位置，我也没有去争过任何位置。我所有的位置都是长辈们、长官们主动来找我。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准备好，你适合这个位置，所以他才来找你。你没有能力，他怎么会来找你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你今天做一个公司的老板，一个年轻人，你觉得他能力还不到达那个位置，你怎么会去找他呢？所以葛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先充实好自己，先把自己准备好，机会就会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在这个阶段啊，就是随时要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充实，把自己养成为一个人才。当然我说自我养成是我们对年轻人的期许啊，但是对一个团体来讲，对一个国家来讲，他要去养成人才，他要去培养青年人才，那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这个观念啊。但是我们说对年轻人来讲，你这个阶段你的人生还很长，要看长远，不要看短期间啊。你把自己养成一个人才以后，坦白讲大家是抢着来要你，不需要你来抢，因为谁不想要找人才？听到没有？我们现在到处都在想发掘人才、找人才，对对对不对？但是我刚讲人才的培养跟训练，我举我自己最简单的例子，我是出身贫寒的家庭，我没有什么背景啊。我回国教书的时候，我在台大教书，其实我一边教书我也很活跃，我那时候知名度，开玩笑讲比现在知名度高很多了啊。因为那时候常上电视，常写文章，青年才俊，那时候只有三台，所以你一定常常看到我，对不对？不像现在台这么多啊。那很多长辈长官看到这个年轻人在各方面的表现不错啊，所以我回国第二年就有长官把我找到救国团担任学校组的组长，我那时候才32岁。那个位置不是一个现在年轻人一看就是看到立委啦、议员啦，或者是党部的主管啦什么的啊，甚至要做副主席啊。你看现在出来选党主席的人都说要找年轻人做副主席啊。我们刚开始都是从那个位置开始训练，我的前辈郑新雄、赵守波等等，都是从那个位置开始磨练。你觉得表现不错，才有机会可能到县市去担任县市的局长或者是处长啊。各位晓得那个时候县市上面还有省哦，所以县市并不是很高的层级哦。你等到县市做主管表现不错，你才有机会到省政府去担任主管，在省政府再表现不错，你才有机会到中央去担任次长，有的还次长还做不到，可能做厅长、做局处长啊。所以那个历练是一层一层，但你中间任何一个职位表现不好，你就被淘汰了。所以你一边做，人家也在观察你，观察到你那个能力是到什么程度啊。当然这一套制度在两蒋时代做得很好，到了李登辉时代，因为国民党内斗，
这一套人才培养跟养成的制度慢慢就被打破了，嗯，所以就没有从这个基层这样慢慢培养上来啊。那我们举这个过去这些年的例子，大家都有看到，有一些政府的官员，他可能一下子，他过去从来没有行政的经验，一下子就从学校里面找一个教授来做部长，可是我们都看到了，他没有办法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没有历练，没有准备好，把小白兔放在森林里，他就是森林里面小白兔乱跑乱撞，对对。但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以前的政务官都有大臣之风？嗯，因为他都是经过很多年的历练，从很多的位置这样子培养，都是经过证明说他有能力，对，才把他提上来。等到他做了部长，做到院长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将之风了，有大臣之风了，所以他才能够帮助国家把这个政府的工作能够做好。所以我想这也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吧，在年轻的时代把自己像海绵一样多吸收啊，充实自己，把自己训练好，那么一旦你变成一个人才的时候，我坦白讲，大家是抢着要你，而不会要你去拼命去抢位置，抢位置抢到最后啊，很多这个长官或者是老板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那么急躁，自己也没本事，到处在抢位置啊。当然我们觉得要多给年轻人机会，我自己做青年工作很多年，我常常讲一句话，年轻人需要的不是职位，年轻人需要的是机会。我也常常讲一句话，这个我常常对这个政治人物也好，老板也好，我常常讲，不要把年轻人当作工具来利用，嗯，要把它当作一个资产，好好去培养它，嗯，啊，我以前在做青年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讲，我说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这个葛老师你要动员一下学生，啊，去卷到这个，譬如说政治的斗争什么之类的，我都常常讲，我说我的理念是，我们不要利用青年，也不要讨好青年，啊，我们做青年工作就是培养青年，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人才，我们不要利用青年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我在做青年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不把年轻人利用去做政治斗争，啊，你去搞运动啊，你上街头啊，去斗谁啊，斗谁啊，也许最后你目的达到了，可是你培养的不是国家的未来的需要的人才，你培养了一些会斗争的，而且充满了那种偏见，充满了仇恨，因为他斗争就要仇恨别人嘛。对，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不是国家未来需要的人才。对，哦，太好了，谢谢，我们谢谢葛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的建言，希望我们的不单是年轻人，我们的中年人老年人，我们听了也都知道，我们一直要做一个什么，活到老学到老，随时要充实自己，随时要准备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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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